这边你这样过吗？能过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不用先开好。
个一号路，过去，机关过去。七四三一线。太子要冲了是不是？你跑得动吗你？大家看这非常的远哦。好，太子应该是要从这跑过去。帮他增强啊，要干嘛？来帮我安排一下，后面太子这边帮我送个檀香盘来，如果可以的话。有没有人听得到？帮我送个檀香盘到最后面。要黑粉，要黑粉，黑粉。太子要抹黑脸，黑粉，快点，黑粉，小心车子哦。不是，太子要黑粉。已经处理好了，你还去那边忙就好，这边够了，可以，你把那边安排好就好了。
张师姐第一次抹黑脸，如果没错的话。上面都是烧着火，下面那个中间钟摆要正就好了，对。听清楚，顺序。来，龟爸传递一下，跟龟爸讲，叫他们处理好。五个宝器，顺序，记得顺序。
不要拍了，等一下再那个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；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